岳中之子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有着优良的教育传统，有着骄人的办学业绩的校园里，修德、善治、守纪、快乐，和老师的引导，共创风清人和的校园。老师说，上课你们就应该起立。有的同学居然不起立，我不能理解你们能够坐得下去吗？有某一位同学因为身体的原因吐了。作为一个正常的同学，你至少应该心生同情吧。好，开始默写吧。我们上一次我们数学是第一，这次不会是倒数第一，然后再跟家长说，你这个寒假怎么安排学生学习，不写学生怎么学，就写家长怎么安排的。你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老师的前途。为老师为了钱。为了钱就来学习。为了前途。就算不是你的错，也要写成是你自己的错，这样印象深刻，老师自然放过你。你觉得冤，你也不用写出来。你搞过的，看我的刀，掏出来我拿枪，还有枪呢，啊，我是枪呢。就今天才的。嗯、为什么想到要买呢？啊？再说这个我带头呢，水货的。以后该怎么做，知道了没有？现在跑步到教室里头上课。哎呦嘞，小死了。